其实我应该早就意识到了。你发现了？对啊，你是小宇宙的队长，我粉家属不粉你，你吃醋很正常，人之常情嘛。我的确吃醋了。不用吃醋，我们是朋友。我们是朋友。我也希望他只是个小插曲，而不是主旋律。现在是你事业转型的关键期，你更需要集中精力才行。那个，我们还是想办法尽快换回来。我知道，但我们现在需要整块的时间，做各种尝试才行。我同意，而且不能做特别出格的事情。否则就算换回来，售后也会有很大的问题，而且说不定会引出很多不必要的麻烦。同意，我们得优先扮演好对方，等待合适的时机。同意，我们也可以创造机会，但是必须合情合理。同意。好了，我准备走了，那随时联系。好，加油，余生生。我真想把我现在这个蠢样子拍下来。那就拍啊。哦对，咱们还没拍过照呢，来。算了，不方便。我们可以拍影子。影子？嗯。对哦，我们就是对方的影子。拍影子正好，来。好了，发到我手机上了，你回头记得保存在相册里。好。那我。真的走了。如果爱奇艺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 爱奇艺